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会继续教大家一些卡康木箱股的基本格子。今天我用的是西班牙品牌 DG 卡康的 Kiro 的 model， 它有非常漂亮的 base 声，等下大家可以听一听。今天我们要学的格子会用上一堂教大家的 base、slap 和 tap 这三个技巧的。但今次会复杂一点，会右手和左手互相轮流地去运用这些技巧的。格子是这样的。如此類推，一路地去循環。咁今日咧，仲會再教多少少嘢俾大家嘅。咁咧就係 fill in 啦。當一個拍子走得太耐嘅時候咧，去到段落同段落嘅中間咧，我哋就會做一個 fill in 啦，令到你嘅音樂咧更加精彩嘅，同埋咧睇得出段落同段落之間嘅。咁我哋今日學嘅 feel 咧非常之簡單啫，就係咁樣 slap tap tap slap tap tap slap 就係咁樣啫。咁今日咧我哋個練習咧就會係做七次拍子，然之後咧做一次 feel in 嘅。陣間我會同吉他手一齊夾嘅。呢、這個循環咧我哋會 total 咧做四次。喺第二次嘅時候咧我會做一啲 free jam 嘅。如果你有吉他喺身邊，可以同我哋一齊夾。當第二次完咗之後咧，第三次咧我會有 John 翻同你一齊打嘅。如果你可以跟得到我們的話，會非常之有趣的。 Let's check it out。